打这么多把游戏，你看有没有一个武器？没有吧？这塞拉斯、剑魔、波尔比。소환사의협곡에오신것을환영합니다지금싸우면서얻는법이지미니언생성까지30초남았습니다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抓一波野，走吧天狂啊！他是防御天赋。我感觉我们亏了，让他拿了20块钱。伏笔，40块钱好像，亏了，小亏一手。现在就蓝魔、剑魔、大虫子没人玩。塞拉斯，这俩人搁那博弈的，我脑袋疼。看他俩有意思没？看他俩是不是挺有意思的？上去直接干一平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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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往回拉平 A 平 A。开始猥琐了，一 A 插个眼儿，平 A 一 A 再 A 再 A 往回拉，往前走，没想到吧，我们升了，闪现平 A。Q 慢了，哎，等下 E 好了，感觉。一 A 打转溜接两个 Q。杀他杀得慢，我怕他生。终于知道打野为啥爱抓你了，一级太凶，玩猴一级不凶，后边再凶就已经没法再凶了，后边凶人家，人家都不怕你了。而且打野也不太抓我，也没有啊。玩猴就得一级凶。你不凶哪来的把把一血呀？好凯旋，扎他一刀！哇哦，漂亮！不打了啊，没技能了。哎呀！谢谢大虫子帮我们 Q 起来，帮我们补兵。哎呦我操！刚才那血量他妈一个 QQ 不死，完事儿平 AA 不死，只能塔砸死，塔还一下能砸死，哎，这个血量是真恶心。我被恶心了。炮车带护甲的。
炮车带不带护甲？炮车，我一 A W 六平 A 平 A 抠一下走位平 A 平 A。现在我们有8%的韧性。哎，这个能扣着我？不应该，我敢落在中啊、嗯！看见了，这波我要杀他，无论是越塔还是不越塔，我都得杀他。直接 W 上来 ，E A 扣打一套啊！先消耗一下，这个车就是我们拿来献祭他的啊！我献祭一手炮车，然后把大虫子一杀，把药一吃，来 E A 扣一下，走位，哎，不着急，可以越。大虫子这波要么死要么吃，哇，好，大虫子吃也没吃着，还死了。哇，这大虫子真猥琐，这波兵他能回家，他直接穿，这波兵他敢回家，这人是真是，搁我不可能回去，搁我知道吧，我不可能回，我都死在塔下，我都不可能走。三层塔皮，游戏结束。我决定来个女神之泪了。虫子等于已经被单杀两次了，两次都打不回来，三次，我飞！走不？不走啊！哎，这回可以。还好他玩的是大虫子，卡了眼儿的，一上来 Q 一下，平 A 平 A，Q 一下平 A。一点岩钻起来 ，W A 接 Q 死，走，往下走，莫干辣有点慌，好 Q， 闪现，我吃狗屎。直接一手水银还，还又死了，剑魔有点无敌了。下路死了俩，现在主要是中野啊优势比较大，扣一下。好，从现在开始控线 ，E A 打火溜平 A 接双 Q 走。
这波没有大，其实是有点勉强，你知道吧？哎呀，这个扣扣到我了。 哇，就差那么一雷雷，你们可以看见这大虫的爆发还是很高的。我们没有出红宝石，其实是对他的不尊重，知道吧？但没办法，你运气不行。 처치했습니다. 실수에서 배우는 법이지.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 저 더블킬. 就差那么一雷雷。 这波他们全部去中，我们赶紧去下路啊！不是下路，我们不是他们。 语无伦次了啊！重新来，这波他们全去加了，我们赶紧来中，把中塔拔了。你不用着急，不用着急，我们赶紧把中塔给他拔掉。干哈呢？这是。 这要是Q，我们应该就是洗了。哎，这剑魔，哎呀呀呀呀！哇，好渣，这都能扎死，回家了。我们现在韧性高达46%，也就是说莫甘娜一个 Q 只能控我0.5秒。 琴姐一个大只能控我0.3秒，大虫的一个沉默只能控我0.2秒。接압되었습니다。 你试一下，我可以试一下，我可以小试一手，让那莫甘娜 Q 我一下。哎。 杀个永恩吧，永恩值钱了，300块钱。 把中路二塔拔了，要莫甘娜 Q 一下啊！看见这减速没？减速就减1秒钟，韧性特别高。 把这野区收了。 这也没地方去，往上拉一点，避免被人赶开了。
但是不带攻速怎么玩都怎么有点不得劲儿。因为 Q 技能是根据攻速，根据攻速有多快来出手的，攻速越快出手越快，出手有点慢。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시험해볼까十一级马上十二，包女儿已经十二级了，这些打野怎么的？等级为什么这么高啊？我就拆个塔 B A 了。来，让他 Q 一下，看着没？看见看见莫嘎拉 Q 没？看见莫嘎拉 Q 没？看见 Q 多少血没？那故意让他 Q 一走。这把是水龙。一般平时莫嘎拉那个 Q 直接 Q 中你就动不了。那永恩是不是心态爆炸了？看来是没有啊。哇哦！你让日女把那个兵收了呀！给我下雨，暴雨梨花针。放吧，放完我们撤。剑魔怎么死的？剑魔，剑魔跟谁换了？剑魔跟曼嘎拉换了。别急啊，别急，别急啊，别急，别急。好，先把这永恩杀了。好 ，ADC 也死了。我实在是没蓝了，上，漂亮 ，nice， 这波救救，还没用。我这韧性，我韧性老高了。我这韧性，这就是韧性。如果刚才这波我们不是带的韧性，那么死了啊。哎呀，我操！好，回家了。是不是很想收我这个人头？别！哎，收不着，哎，收不着。想收不？谢手。这个包女儿的等级真高啊！这包女儿的等级也太高了。
把人给我留住，我把高地拆了，不好拆呀。怎么小龙还能让对面给拿了呢？开，开龙，开龙，开龙！嘿，好，你们开，我去一波，搞定。我们杀永恩，哇，你要夸抓 Q 啊，哎，你要不要个喷他 Q？ 来来来来来，大虫子给你口了，没事，截住他，今天他跑不了，没办法，他全胜了。果然我们家最菜的是剑魔，谁都死不了，就他能死。走啊，走也行，走也不是不行。蓝有人要没？看来是没有啊，有。我把包女的也都给他收了，这样他就不能有我们等级高了。真自私啊，家里的蓝还得给他留一手。你是不是以为你能不死？你知道我的虚区有多高吗？莫干了，